Hello， 同学们好，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本期节目，我们的汪汪队为我们带来了一款，就是我们的彩泥玩具。现在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汪汪队来制作我们的彩泥食物水果。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模具，我们的模具这边是我们的菠萝和我们的荔枝。现在把我们的这两个水果把它制作出来。首先我们用一个黄色的菠萝，把我们的黄色彩泥放进我们的菠萝里面。放进去之后按压，把多余的彩泥取出来，现在里面放上我们的绿色，这是我们的绿色，把我们的绿色放进我们的菠萝这边，当做我们的叶子。绿色菠萝，现在我们再用一个青色，就是没熟的菠萝，这里是我们的青色叶子，现在把我们的菠萝取出来，这是我们的两种颜色的菠萝，这里还有一个紫色，用我们的紫色彩泥制作一个紫色的菠萝。
什么的菠萝，我们来看一下，把我们的菠萝放在上面。这是我们的三种菠萝制作完成。在下面再放上一些米饭，就是我们的菠萝饭，也制作完成。现在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汪汪队分享我们的这一款彩泥菠萝饭的制作完成。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一款彩泥菠萝饭。这是我们制作的这一款彩泥菠萝饭就制作完成。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